Hello， 欢迎大家收看，欢迎大家来的游戏流程解说方舟啊！咱们现在继续啊，挑战各类 BOSS 啊！这边有个臭狗熊，我看看他多少，600万的血量，干死他！他 BGM 出来了啊，弄死他，弄死他！我啃死你，我啃死你，啃死你，咬死你，咬死你！他有时候吼啊，我的龙会懵是吧？又发懵。现在暂时还没出那个现象啊，不行啊，我现在给他吃个药吧。药呢？哦，搁这儿呢，啃的啃的，他属于哎，你看看着没？看着没，把我给喊懵了。你是狗吧你啊，打不过玩赖，加血加血啊，扛过这个劲儿就好了。他给我的龙给吓懵了，还有3秒，你好没？干他，你啥意思你啊，你个卑鄙，吼我的龙要点脸不你，弄死他，他掉那个泰克装备什么的啊，好东西，弄死他，弄死他，去死，咬死你，咬死你，你给我嘎，你给爷屎，臭垃圾。可以可以，干死了干死了啊。哎我的妈，我看掉啥了我也不知道啊，我的妈，这安干这么多，咱们回去一趟吧，有没有什么好装备啊，我再能往上换一换的。 OK， 我瞅一眼啊，嗯，泰克装备搁这儿呢，裤子我看啊，10000，这个呢1000、8000，我看我的裤子有没有好一点的啊，我这裤子15000呢，帽子呢25000，我去，哦，这5000多，25000，我的帽子多少？1万多，哎，这帽子挺好啊，得个帽子啊，新帽子可以。胸甲呢？4800，我那个胸甲呢？我这还有好几个帽子呢，11000，7000多，都给你吧，这我别留着了啊。这胸甲是20000多的，这个胸甲是4000多的，那拉倒吧。手套呢？没有了啊。行，挺好，啃死你。那咱们回家一趟吧啊，回家回家回家。OK， 把东西撂一撂啊，回到我们的小家。嗯 ，OK， 好，然后呢，咱们这样啊，咱们回来。OK， 我抓了好多的龙啊。OK， 这样，然后呢，我看看啊，我身上有好几个吧，各式各样的鞍啊，嗯，小炮是吧？嗯，还有什么矛？这是700的，这个200的，200拿走。这样啊，嗯，这样过去。哦，放不下了，500的，这个呢，500的，这个是最好的啊。这弓也没啥用，小伙伴们。别的就没什么，没有什么了啊。好，那咱们呢，现在干嘛呢？咱们还得回去。他身上东西是不是有点满了？我去，好多呀，沙漏啊。OK， 这个是吧？嗯，这个给我。还有什么好东西没有？它已经是进化过了啊。这个沙漏给我。嗯，聚合物、油，还有这个，别的就没什么了啊。还有点这个，行，走，咱们看看咱们能不能做点什么啊？这儿是吧？这玩意儿我能做吗？你必须学习。那个心脏是吧？蓝色的心脏够吗？就这一种啊？那我咋做呀？打开啊、打开，打开了，各式各样的啊。上回做了那个麻醉枪啊，也不咋地儿。这是干嘛的？这几个是不知道干嘛的啊？还有什么好玩的没？就剩个枪了，我再做个枪啊。黑珍珠需要一点，这什么玩意儿？泰克的装备，这是干嘛的？我不知道啊。我再来个枪吧。这玩意儿能做吗？这心是什么心呢、啊？这不认识啊？好吧，咱们去干架去吧呢啊！走，弄点黑果子啊，也可以搞一搞事情啊。咱们去沙漠吧，反正现在看到的全给干死啊。OK， 我看看啊。蝎子多少级啊？哎呀，这是个 boss， 用我的蝎子来干这个蝎子啊！蝎子，蝎子，快来！你在哪儿呢？泰克蝎子，哎呦我的妈！干的干的，都喷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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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喷死你，喷死你，喷死你！就你呀、啊，还跟我作对？这个我不敢打他，我换一个打他啊！现在各式各样的就是干架，用这个干他吧！走走走，我也不知道行不行啊？挑战他！哎呦，我1000万的血呀、啊，行不行啊？哎，行吧，行行行行行，太行了！干死他！哎，不厉害呀？谁说他是最厉害的？我看一下啊！哎呦，我的妈！我去，我去，我去！他跑死我！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！干他，干他，干他！来吧，你个货，你啥也不是啊你呀、啊！掉的心脏啊，掉的心脏，有包没？没看着包啊？他也不厉害，谁说他特别特别厉害啊？我都没跟他，我都没敢跟他干过架。OK， 咱们再找一找啊！小伙伴们说那个黑色的那种羊啊。那个啊，那种就是，咱们去干他看啊，看看出不出来怪物啊，弄死他，弄死他！现在我这个龙是最强的吗？没有比他还厉害的吗？ BOSS 啊，谁说打这羊就出来 BOSS 啊？没有啊，哎，空气说能打，打不了这玩意儿，你看像透明的似的，不行啊！哎，这啥意思啊？我拿矛扎他看看，他是有碰撞体啊，
没用啊，干的来，我指挥一下龙抗行不行啊？空气啊，没用啊，你不说用龙打的就好使吗？没用，我就吃个药啊。空气啊，不好使啊，没用。哎呦我的妈，什么情况？空气把金刚弄出来了。哎，他开始招了吗？哎，这怎么回事？哎呦我去，什么情况？那我以为是我的龙呢，不是我的龙啊，招的那个 boss 是吧？我换一个龙去干他去啊。什么情况？哎，这不是我家，这空气家。行吧，哪儿都行啊。咱们换一下衣服啊，脱下来再穿上，然后用遥控器咱们再去哪儿啊。空气啊，你等我一会儿，别什么都自己打，我都不知道咋回事。那个羊怎么我打就不好使呢？先别招了，咱们先去找他去吧。是他吗？不是啊，哪儿去了？是这儿吗？哎，空气打完了又啊。你别老自己打呀，空气啊。我看一下啊，有没有骨架的？有一个骨架的，我用它打看看行不行？好，没什么用哎，没用啊！空气说用龙能打，打不了啊，这也，你看打不了。空气，你是骗我呢？你看没用。空气啊，咋回事啊？干他！不是你，你怎么老用金刚打他呀？什么情况啊？金刚才能打呀？这个就是吧？我去，一亿的血！空气啊，这我能打得过不？一亿血的 boss 啊，行不行？我打不了啊，没反应啊，打我呢，我也不咋疼，不掉血这呀，一点也没掉啊，我这开始掉点血。空气啊，是不是我这龙根本打不了啊？我去，我又挂了。你打不了，不是我挂不着的呀，我根本都，这什么情况？空气净糊弄人，打不了啊，这也打不了，根本都。那我咋办呢？只有金刚那样的能打。我再去看看啊。我去，我龙死了，我的骨架那个龙死了。那我看一下啊，泰克难聚，这个是普通的 boss 吧？不是那种啊。震荡波，震荡波，震荡波，这个打的还可以。震荡波，震荡波，干死了！哎呦我的妈，这什么意思呢？血瓶够不？别把我这也玩死了。走，不是空气提供的线索不对呀、啊！我去，一个亿的血量有用吗？有用吗？一点用没有，打不了根本都。震荡波，他一点血不掉，你这不赖吗？我挂了。你这啥玩意儿？我真无语了，那咋整啊？哎，我的个妈！好吧，那我再复活一下。我把那个龙招回来，那龙应该死不了。什么鬼啊？哎，我去的，没事啊，我把我那个龙给招回来。空气啊，怎么回事？你能打我，为什么打不了啊？泰克，我看泰克难聚啊，还搁那儿呢。你不会用他的大金，那是他的，我凭啥用啊？我去，我去的话，他也是不是得死啊？他现在什么情况？完了，我得做好准备，他死了啊！我到那儿我再传，不能打晕了啊，泰克。他叫泰克什么来的？哎，哪儿去了？哎，我怎么找不着了？哎，我龙呢？这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是空气的，不是我龙哪去了？泰克石头人，嘟嘟霸王龙没了，你咋？哎，我龙咋没了？哎呀，我龙怎么蒸发？瞬间死了？我下龙就死了？不能吧？这我根本打不了啊！我对他一点伤害都没有，好像打空气，你看就像我打他似的。这怎么回事？空气那个大金刚是合成出来的吧？那个材料我也收不齐呀、啊，小伙伴们，主要是我那个霸王龙哪去了？这是我骑的那个，有个叫泰克难聚的没了呢，你看没了，我懵了，你这啥玩意儿？无缘无故少了两个龙，现在我就他们打不了。除了他们我都能打，咱们先回家去呢啊。那说白了我得有一个那个什么呗，有一个那个大金刚我才能去打这种龙呗，是吧？那个是世界，我听不懂，小伙伴，这里哪有合成那个什么玩意儿的？这样，那方块是他们是不是啊？就这么两种啊，三种。Cup， 哦，是这样的，这个我还没到吗？110级才能做的，我现在多少级？105级，那我就一个一个做呗。我看一下啊，五种呢。我怎么一种都没看着呢？这个还得让我学说，我看看啊。哦，有了，这心脏我上哪儿搞去？就这么一种啊，心脏，小伙伴们。第一种我就没有 ，ASURA，ASURA，ASURA， 哪有这个东西啊？我看一下啊，这个，你看。
全是这种心脏不够，这个心脏我们已经得了好多了，14个了，那我这心脏上哪儿搞去啊？我去，攒这一个都得20多个，打什么能得这个心脏啊？我看一下啊，只有这一种吗？这几个我都没学，这几个也是这么贵的，这个更难了，这个也没学，必须在制作之前学习这个印痕，没有了，我得到110级吗才可以吗？打同样的龙才能出那个心脏是吧？那这么多呢，我一个没见过吗？我就见过第二个呀，没有别的呀。 ASU ASSU 咱们看一下就知道了啊。没有啊，我上哪儿找去？就这个没有了，你看14个没有了，别的龙我都不知道在哪儿啊，我怎么打呀？第二种，第一种在哪儿你们知道吗？ ASURA 这是个什么呀？主要是你可以问问空气，有的恐龙是他自己那什么的，他拿超级绑位拿的，像金刚啥的。 OK，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呢？咱们还得去，我看看地图啊，咱们有没有没去过的地方。这地图我整个我都去过了，我看看啊，沙漠那个地方再往那边我是没去过的，那去那儿看看吧。还有别的那种 boss 吗？凡是叫唤的是吧，带 BGM 的都给干死，那咱们可能就能收集那个了。行行行，那咱们再研究研究啊。